给我的棒球时代，看看吧。我的母校，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棒球展，就是收集一些很多其他球迷的东西，那 后面是一个商品区。那活动是到6月3号，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呢，记得来看看吧。OK， 刚刚看完了特展，就是说放一些以前的东西，然后很奇怪的是，它后面竟然是放那个放大谷翔平的东西。不觉得为什么台湾职棒的展要放一个日本人的一个收藏？我在猜是不是因为主办单位就是集中这些所谓商品的人。那如果想在如果在台南的话呢，是来看看了，反正就是不用钱，在新光3月6了。就过来看看吧。OK， 这样子，拜拜。